看我们要等多久才会等到日落，可以打晚上那个叛变特工。2000 years later，还在等太阳，还没日落。看这游戏真的看不到哎、欸！我要去白宫找手表啊！我刚去找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像时钟的东西。对啊，有越来越下面的，越来越下面的。我们是爱迪生啊，在等那灯泡亮。它亮了，它又暗了。专 利蟑螂，啊，这个灯泡可恶！哎、欸，这用人影的高度来计算太阳的高度。日晷拿出来，现在我的人影是210公分长，干，然后我身高一百这边八，最好看得到，你最好看得到刻度啦，就变长了。啊、真的变长了，真的变长了。你的头因为我下把手举，因为我把手举起来。那就说两只手的话呢？那你的头，哎、欸，等等等，哎、欸，啊，你的头是哪一颗？没事啊，你动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可以不要造成作业上的困难。哎、欸，你把面具戴上去了？我戴起来了，干嘛不戴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那个L4D2 面具吗？你是那个手应该在脸上，这不是威尔森吗？威尔森，我好寂寞啊！啊，为什么天还这么黑呀、天这么亮，雨这么小，特工去哪里？啥？特工宝宝出来了哟！到底在公安上？一个特工，两个特工，三个特工，四个，四个特工，四个特工，天线宝。已经过去10分钟以上，希望我们一个晚上可以打完全部。敌人来了，我不要举手了，我要开干了，受不了了。哇，好远啊！看敌人啊！还有他的哦，快下山喽！乖宝宝可以回家喽！回家喽，天线宝宝！天线宝宝回家喽！不要！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分那么细。Holy shit, this is for real. Oh my god. 为什么？又这人炮灰来不完啊！不要妨碍我，不要妨碍我看日落。假装死呢，假装死呢，哈拉西！别来碍事，快滚开！那个躲开，躲开！哎，哦，夕阳西下哦，断肠人在天涯哦。不错，对啊。哎哦，所以哦，我应该去跟剑灵谷同席的。吟诗作对哦。吟诗作对，可以。好诗，好诗。哎，亮了。就是那个、啊、亮了，哎，榴弹拿出来，它亮了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你大狙刀准备好，我帮你射爆，我帮你射爆。好，榴弹准备好了。好了哈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哈。我榴弹准备好了哈。好，我要三一二。哎、欸，我射没射到？好 ，and bitch， 妈等那么久，操操！干你！好，解决。好，华盛顿纪念碑。好，华盛顿纪念碑够。